你和我分开，就是为了嫁给我爹当姨太太是吗？你要跟什么薛东风？我已经嫁给了你爹，现在是你的六姨娘。六姨娘，赶紧收起那副贞洁烈女的嘴脸，我看着恶心。放开我！ 你要吗？我杀了你！要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刚救了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六姨娘。你也别忘了，你已经被赶出薛家了。 赶紧治好你的伤，赶紧滚蛋！我一会儿再吃，我现在有事儿。